各位好，我是老白全身，欢迎来到全程解说，继续来送上拳皇小五的爽快局，有一批刺客对两批带头大哥，看一下双方随到的角色啊，都是用三问啊，三问的话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，非常的好，能检验所有选手的英雄史以及他整体的实力。好，两批随到了一个 boss， 上来就是一顿开弓啊，大棉花糖，对方吃到打嗝，压到半边。一波啊，控制好距离，那两批也是一位高手啊，并不是菜鸡，看他的发招就知道啊。那他主要还是擅长将军，然后小草莓，应该是怒队加小草莓啊，其他的话不怎么见他选啊。本来是有罗伯特必有秀的，但这次好像罗伯特吃了什么药啊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是刚才吃了棉花糖啊，撑到了。看一下墨镜男啊，躲，好，强压半边。刚才是一个切防，很细节，一二三四，完了，对方有点忌惮，感觉有点忌惮，要起飞了啊！请系好安全带，兄弟，起飞了！哇，科学啊，终于又起飞一位啊！那这波弹力起飞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我想飞得更高啊，兄弟不要让我下来，但凡你要让我下来我就弄死你，一丝血61连啊，什么鬼，什么爽快绝啊，被对方捏了啊，留下一丝血啊，让对方有一点翻盘的悬念，我觉得他是要磨对方的心智啊。好，看一下琢磨啊，琢磨也是一个很秀的角色，在这个版本里面尤其如此。这个版本琢磨可以打双晕，一个假招飞行疾风脚，再接个 CD 跳过来压板边，完了啊，跳 CD 打一个逆向，对方躲闪回正身位再抓，好，反身再抓，重合的身位下 C 打一个错位，连续的取消压制，对方不为所动，也没有反击，也没有假招，哎，刚才是失误了啊。那这个版本血量很多啊，对，被打一下也不是很疼，但是也耐不住这么小刀拿啊，完起飞啊，跳 B 两站 A， 再接个炮抓，不太好防啊，不太好防。看一下拉夫，这个版本里面可以打双晕，好，站 C， 跳地向空。啊，对方是一个原版的配置，就原版的模式。阿雷雷近身，不给你任何的机会。啊！看一下大猪，那大猪转起球来也是不要命啊！大力丸的话让你吃到饱。对方跳过来不出招，后跳 CD 打上泽，好的，大力丸甩起来，对方也是比较吃这一套啊。那大猪在这个版本里面增加了小跳以后，他的打点变低了啊，所以说跳 CD 可以挥到对方的战力的状态，可以说是增强了不少。好，压半边，完了，再见啊！这点血量能反杀，那是真的是有点太夸张了啊，有点反人类了都。啊，一个轻松跳入带走啊，刺客先下一城啊，被先下一城。好，那么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。那第二局是随到什么角色啊？随到了，哎，有琢磨啊，琢磨，科学了啊，科学了。看一下，首先出场的是墨镜男啊，墨镜男的话对上拉尔夫啊，对上对方的这个 boss， 不太好打。近身跳 C 逆向，对方不敢动，起身直接抓啊，还想来这一招，对方反手抓。那不能再一再二再三再四啊，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啊！近身，那对方的写轮眼是及时写到了这一点。好的，一个宅地送啊，让你到快递柜里面待一待。好的，一个架招反击的对方的镜子，这个有点霸气啊。好，两批也是一个有气的状态，一批不敢造次，好的，想提前出招。那镜子的话，他的反击的能力很强。哎呦，控身位是很厉害啊，不能乱动，而且延迟判定。看下琢磨能不能打双晕了。
琢磨最强的就是打双晕，在这个版本里面，其他版本是没有办法实现啊，因为血量太低，只能打一套。好的，自己跳到板边，请君入瓮啊，勾引一下躲，打一个后手，近身要捏，好，再勾引一下，躲，再拨，啊，连续拨，好的架招，终于是拿到了这个机会。要打安迪的双晕不太可能啊，不太可能，也不太科学。那只能等对方一个升龙落地了。啊，对方跳过来一个跳地摸头，再后跳地摸头，两次摸头啊，一批刺客很不爽。不打你双晕打谁兄弟？打到你一个落点近身板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晕了兄弟，两个晕。哇，这一套。打了一个诗歌啊，打了一个诗歌，对方一点反击的机会都没有，太帅了啊，足以啊，这一把的话输赢倒无所谓了，不秀不科学司机啊。好，一个 CD 直接压起身啊，金身还想摸，再来没有躲成功，躲闪攻击一波漂亮，再波三波，那不敢动，那东战的话也是不敢近身了，也不敢跳对方的身后，怕对方侧身打一个落点，再打一个双晕，这一辈子就毁了，就可以直接退出了，删除游戏。好，贴脸想抓，完了啊，差一点点。Sake， 啊，空中交会跳 C 很少见的一个空中出招啊，跳 C 的话很少见。那他是有意要抢招打高点，可以啊，我觉得比较科学。一波再来 ，Saki 啊，当头闷棍，好汉罩不住三百杀威棒，不要说三百，三十你都受不了，而且是照头敲。好了，杀威棒又来了，童主任，好的一个架招必杀，哇，这边也是让你洗澡啊，水都放好了。你说你不要洗，不要洗怎么可以？好，后撤，洗不洗兄弟啊？洗不洗随你啊，反正我水是放起来了。好的，小旋风近身，哎，没有滑，对方也是没有放弃。好，一个站 CD 引一端，有点危险啊，中一下就要死，一颗米啊，起身完了兄弟啊，零秒终结，一秒终结。不科学，嘎！好的，大家喜欢全解说，请点波关注，感谢收看，下期再会。